乡亲啊，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曾妙红，曾教授吼，电机博士啊。今仔日来遮看咱乡亲交换知识啊，交换啥物知识呢？来呀、啊，黑到来，一生都在说谎的女人踹门啊，这就是台湾呐、啊。台湾怎么样？谎话治国了。从头从总统府一直往下走，都在说谎啊！政坛上面政敌改哦，一堆假博士啊！台湾人念头参与，我来做念头的，用力的花了5.5年去攻读一个博士，电机博士的学位，才知道民主进步党跟国民党这两个中国党哦都在说谎，他们呢？几乎全部都是假博士啊，而且这些哈、哦、假货哈、哦，这些假博士、这些假货，全都在统治国家了。啊，咱来比较一下啦，新加坡的国父李光耀，因囝李显龙，我今仔日特别搁甲查咧，因拢无写讲因博士呢，他们都是剑桥的，吼、哦，英国伦敦大学的，吼、哦，哈佛的，他们。好像都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呢。我们来看看哈、哦，这整个国家哈、哦，再怎么的政党轮替也是一样，全都是假博士在啊，指挥真博士，假的学问在哈、哦，带领真的学问，30分的官高10分啦啊，所以讲哈、哦，新加坡的总统李光耀就讲了，当一个国家哈、哦。被一个不老实的人掌控住的踹门，啊，这个国家稀了嘞，稀嘞嘞呀，稀嘞嘞呀，哦，啊，所以讲吼、哦，用咱个国家啦，上届叫吼李光耀，新加坡的国父，因囝李显龙，他们都是英国伦敦大学的，他们都是哈佛的、耶鲁的，哦，甚至于吼、哦、英国伦那个剑桥的，他们没有博士哦。因为我今天怎么查，用力的查，都没有写到李光耀跟李显龙是博士呢，都没有啊。所以讲吼，咱们家吼，咱台湾现在是悲哀啦，谎话治国啦，谎话治国哈，假的博士在管真的博士，国民党、民进党全部同款，蔡英文是国民党培养的假博士，他跑到民进党来。鼓励所有的民进党的参政人士呢，去拿假博士学位，拿假硕士学位，啊，这个国家拢叛逆嘛，哦，所以讲吼、哦，黑得来，这就是台湾了，一切都是谎话治国了，政坛上面一堆假博士，台湾人念头，或我英雄，大家拢博士，像李国鼎同款，啊，去吼、哦，去这个。去剑桥大学前面拍个照，他也是剑桥的博士，要修啊！台湾人念头，我花了5.5年去拿了一个博士，电机博士，才知道民进党、国民党呢，这两个中国党哈、哦、都在说谎哦，全都是假博士啊哦，而且这些假货哈、哦，统治国家，让这些真博士哎。所以说哦，30分是咧管90分的啦。啊，看这个国家哦，难怪哦，新加坡的李光耀就讲啊，哎呀，一个国家被一个说谎的人呢掌控住，就是恁台湾的蔡英文，恁台湾对头到尾拢有骗的。我讲给你听，乡亲啊，甚至啊，有人来甲我偷报啊。萧美琴，她敢讲她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吗？如果他听说萧美琴以后呢要配合赖清德选副总统啊，听说萧美琴这波吼、哦、要去你做外交部的部长了，我讲给你听啦，这些人就真的是30分管90分。如果萧美琴上去的话哈，林北不敢，那他敢讲说他是纽约大学的哥伦比亚硕士的话，我真正吼、哦、悄悄吼、哦，咱来一个输赢啊！我甚至吼，我来讲啊，国民党郝龙斌。李焕他们一家，甚至于哈、哦，这个朱立伦那个纽约的州立大学，那个纽约有3所大学，纽约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私立
吼、哦，哎、欸，伊是上该派到北京啦，甚至于都有人来跟我讲，朱立伦那个纽约大学的会计学博士有问题，所以讲吼、哦，你著知讲国民党、民进党两卡这个中国党吼、哦，全部拢是假博士，而且假博士的风气从国民党因为透过蔡英文带到民进党，所以讲啊，真侪台湾念头的博士啊，读得遐艰苦。啊，结果人家哈专营这个红营拍马，这样专营就可以用假博士就来了。所以讲吼，今麦台湾假博士比真博士还多，尤其在政坛上面，所有的博士、硕士，你一个一个甲变，哎，精彩啊！来，邓基博士曾淼红来了。啊，听讲今麦赖清德顶礼拜去做民主进步党的主席啊，我看看。赖清德吼所行的路线，就是标准的蔡英文的路线嘛，也是黑金统治的追随者嘛。这真正对阮台湾人来讲吼，规个民主进步党，和蔡英文入来挂一个变作吼乌金啦、啊，黑金统治啦、啊，啊蔡英文的路线就是假朴素的路线，完全拢是假，即嘛是吼谎话治国。啊，所以讲吼，台湾人无法度能接受啦，这种。再一次堕落的新国民党，也就是民进党的路线啦、啊，哦啊，所以讲啊，咱来看啊，蔡英文看赖清德之争吼、哦，我没有看到路线的修正，因为吼、哦、本质完全相同，也都是吼、哦、把菅委仪当成这三个党内的良心呢，当成吼、哦，当成啊。要求因三个政委伊吼讲一些吼红营拍马民主进步党代志，所以说赖清德的路线跟蔡英文的路线完全反靠嘛，完全是黑金统治的追随者嘛。啊，你有什么老狗玩不出新把戏？也没有改革的力量，也台湾人无法度能接受民主进步党再一次堕落的新国民党路线哦。来，咱阁继续看嘞，来，咱来看这张相片哦，讲传萧美琴独派团体忙着直接邀蔡英文还美，并不是过境哦，是官式的还美哦。伊内底伊写了一句吼，萧美琴。独派团体，我讲一个坦白的，少丢人的啦。萧美琴她不是独派，她是标准的中华民国派了，她还是犯罪的同伙。我说她是犯罪的同伙，啊是，其犯罪同伙，其来何至？她跟谢志伟、跟张小燕、跟蔡英文、跟施富隆一起到伦敦大学去敲。找基顿时去敲一张假博士证书了，我说他是犯罪同伙，开玩笑，都派参加我这种，都派你参加我这种，等级破除了。我们哦，真枪实弹干，就是读四年没办法拿到，五年、五年半、六年啊那个退，我都派不得闹鬼。我跟你讲哦，萧美琴是独派 ，no， 他是中华民国派，而且他还是蔡英文的犯罪同伙。
黑金统治的那个东西哦，这是我讲的哈、哦。OK， 即马一个洪华松这个乡亲，针对今仔日这个陈建林去你做行政院长，啊，人这洪华松脸书顶面就写哪，你要看卖吼、哦，台湾人民的悲哀啦，骗神明的苏贞昌，捞了近四年，他离开了。换做伪善心毒的假圣上帝的高端来继续腐烂诈骗，陈建林啊，走了一个骗神的，来了一个专神的。他所谓的专神，就是说哈、哦，陈建林哈、哦、在竞选期间呢，这个扬称哈、哦，天主告诉他了，郑运鹏会当选啊，结果呢，天主告诉他啊。啊，若毋是伊讲白贼，就是天主讲白贼。啊，到底是啥物人讲白贼？我相信吼，陈建林啊，无天主讲白贼。哦，啊，所以讲吼，做了一个骗神的，来了一个装神的。台湾人就悲哀，台湾即摆是被谎话治国呢。哎，真正吼，民主就无动，屁喙乌啊，真正。较早顶世纪，恁爸安尼教父，啊，教父就这种笨色动，啊，看免啦，悲哀啊。来，所以讲吼。我哈，对我来讲哦，很多事情都是一种理想性的，哦，所以讲蔡英文，今麦咱台湾哈，无管国民党内底解剖书，比民进党内底解剖书较侪，啊，民进党的解剖书这种风气，哦，是蔡英文入来带动的呢，因为蔡英文是一个解剖书啊，我个学问无用论，知识无用论，读书没有用，你看。我是假博士，我都能够当到总统，啊，所以讲哦，恁爸就要甲闹开，哦，哎，伫台湾哦，要摕博士哈，甚至博士论文的真假，只要找法院，就有随时会有一个张永惠跳出来认证，哎，这个博士论文是真的，哎，笑死人，博士论文的真假是由你法院来判定，还是由伦敦大学来判定？哦，所以讲哈、哦。这点博士，我跟你讲啊，我顶个月伫台北台大校友会馆济南路哈、哦、办一场哈、哦、蔡英文博士论文存在疑惑的学术研讨会，哎，结果大家反应真好啊，哎，即摆我伫高雄，咱高雄的人佫啊悄悄的，哎，我袂来伊办哦，啊，所以讲哈、哦，即摆我伫二月初四要当高雄啊，诶啥物啊，诶，即、这个。林雅区光华一路206号的 A 栋信义国小捷运站捷运局线，诶，信义国小捷运站被办一条这个蔡英文博士论文存在疑惑的学术研讨会。哎、欸，我本来第一阵哈，第一阵我要请这个英雄啦，啊，结果哈，我就安排了哈，哎、欸，免急，这个 open speaker 哈，第一个讲价哦。即马吼，总对陈英聪陈教授，代退休的教授头前啊，说嘞，哎、欸，这个交神吴正瑞吼、哦、的第二个吴廷光博士先讲十分钟，了呢，伫美国加州的彭文正呢再讲十分钟。啊，那天我跟张晋联络，张晋呢2月3号呢可能在高雄也办了一场哦，这个你不要给我买地雷的那个记者会。啊，2月3号、2月4号，他也可能会来哦。所以说吼、哦，这老累了咯。先我吴廷光交神吴正瑞的次子吴廷光博士公料吼、哦，彭文正公料呢，张晋公公料我吼、哦，主持人吼、哦、来请陈英聪陈教授入来吼、哦。啊料呢，搁有这个吼、哦、李廷宜吼、哦，纽约的。针灸的汉学博士、汉医博士，伊也阁继续讲，即些精彩。所以讲吼，我即马是咧意思是讲吼，高雄二月七日下晡7点到5点，我一定用 YouTube 实况转播。吼，我即马吼，吼，差，吼，真侪人要 speaker 哈。啊，所以讲吼，来，接下去吼，台北办过，高雄办过，我台中要办。
希望咱台中有代理，代理的乡亲吼，敲电话来甲我问问看台中要办无啦。啊，我是讲吼，若总讲台中市吼，找无人敢出来和阮协办吼，提供阮场地，啊，付费用多少钱，我来付。啊，你因为你台中上高雄这边是安尼，因在地的人就帮我安排看我的钱，我拿吧，因为乡亲寄付入来。啊，所以讲，请台中的乡亲甲咱斗帮忙。啊，有若有花莲的乡亲来甲我联络，我若希望花莲的乡亲，你若有法度赶紧甲我安排场地，看到底爱开偌济，阮来付吼。啊，阮就因为在地的协调吼，阮较无办法。啊，恁在地人吼，来当提供一个吼，伫市区内底提供一个服务中心啦、啊，哦吼，啊是啥物？在民众服务中心，阮拢甲取落去。啊，国民党无爱拍，我讲互你听。我含吴廷光、吴前辈咧讲，这个朱立伦那张哦，纽约大学，我很怀疑他的程度，伊的纯度啦。哦，啊，甚至啊，马英九的博士，讲叫做摄影学博士啊，唔是啥物政治学博士啊。好、哦、啊，所以讲哦，我较知影哦。原来国民党、民进党，因遮即几个咧阿边啊后壁，遮即几个总统，马英九、蔡英文，因拢阿打骂空空的啦，拢是囤晒的啦，哦，拢是加分的啦，唔是真材实料的，顶多真材实料的，无参像因吼安尼跋选举跋啊遮大，哦，啊所以讲啦，啊，但只含咱乡亲交换利息啦。Headline 就是台湾全面谎化治国了，政坛顶管了一堆假博士了，台湾人念头吼、哦，用力的花了五年、十年去攻读博士，结果呢，即马较知影，民进党、国民党，这两个中国党哦，内底哦，全部拢假的啦，全部都是谎化在治国了，而且这些假货哈、哦，弄来统治国家、带领国家30分嘞。率领90分的，所以讲咱台湾的国民所得这30档，这20-30档来都没有往前进啦。啊，等到今摆较早孙运贤因咧吼，主任组的电机系做总统吼，从成本利润的角度去分析吼，全部吼规个国民所得压起来，所以讲吼，啊，这对吼政治，所以讲吼，这个新加坡。哦，李光耀、李显龙因爸仔，他们没有博士，他们只不过全部都是说英国的伦敦大学，哦，啊，无人哦，剑桥、哈佛、耶鲁毕业的，因拢唔是博士，啊，但是哈、哦，他们实实在在做事，他们把所学的发挥在上面，所以说哈、哦，李光耀的讲完呆完了，把一个国家交付给一个不诚实的人。就是咱台湾啊，所以讲国家系列的呀，哦，30分嘞，咧管90分嘞。以上就是我曾淼宏张教授，真正吼、哦，屁民啊，真正，咱规个国家全部都是谎话治国啦，国民党、民进党遐破书全部拢假的啦。我讲给你听，啊无吼、哦，大家来瞧出来看嘛，对无？以上含咱乡亲交换知识。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建国的脚步渐渐逼近，咱就要有信心。牺牲嘛甘愿，无怨恨，阮是做台湾魂。建国的脚步渐渐逼近，咱就要有信心。牺牲嘛甘愿，无怨恨，阮是做台湾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爱故乡美丽岛，到底有啥物错？当来故乡面对乌老。牺牲嘛有教我，台湾的青年唔通行坐路，一
抱过一抱，独立坚固永不回头，冲破乌巴路，坚固的路途坎坷嘛爱行，鲜烈的牺牲不断，勇敢的台湾人，勇敢的台湾人，独立的做主人。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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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台湾青年，台湾军，到了决战的时阵，保护台湾，保护乡土，建立台湾国，充满喜乐，充满喜乐，咱是海洋的故乡。是热情单纯托在台湾人的心肝，台湾人同心肝，同款有命，结婚子孙，撇撇子孙，代代永远第三段。翠绿是波多美丽山河路，土当拢会活。风来美，鸟兰花，抬头看麦。阮多开看，阮多开看，土地土地的忧伤。顺地是自由。的地平线，有尊严，站天天，台湾的子孙，充满喜乐，充满喜乐，咱是海洋的国家，充满喜乐。充满喜乐，咱是海洋的光。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台湾中国天顶之光。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